节目开始之前，要先订阅，还有按赞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按小铃铛，还有不要忘记按小铃铛。走啊，我们从前门走啊，好不好？比较正式一点。走。我今天是晚晚第一天上课啊，上小学。然后你要看我穿的衣服啊，跟他是。他穿的衣服。等一下，跟他是一样。我看到没有？裤子也是一样。前面那大狗狗已经不是一样的了。呀、yeah. ？走吧，走这边。惨了，我看不懂哎，要走去哪里？哥，我们直接去课室。你要是什么？俺们讲是什么吗？不啊 ，1J， 没有我的方法，我们跟住人。哦，对了，跟住人就对了啦。哥，还是哦。嗯？走这里的吗？哎，哥，为什么没有校徽啊？不需要校徽吗？哎，你走那里啊，走下来。哥，啊。看不懂，应该是二楼吧，所以你要上楼梯哦。上楼的方式是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今天肯定在楼上，走，对 ，Let's go。哦，小心，危险。对了，找到了，就是这边，我们去排队。啊，看到 J 了。啊，就这些。这边。哎，这边。哈哈，快来排队。啊，你找吗？还没看到你的朋友吗？对，我就是很久没有看到。你应该看这一版会不会有？我就是很久没有看到你就没去了。对呀。拍下的。哦，它的树很高耶。对呀、啊。我是一个哥。你会觉得热吗？不是在流汗。没有，因为我到这里了吗？我一直弄不到。哦。这管我热有什么关系？到家。看我。什么？进去。哦，我要进去。来，我要进去啊，对不对？看到你。看到谁？看到他的爸爸跟妈妈也是。哦耶。他那个眼睛感觉。拿出六个。走，我们要看什么？哦，要。写你的名字，孩子名字前面。好的。OK。然后这个是单独的，你就把这个小孩子名字，然后那个表那个 code number 写进去，然后还签名。就一定是要的吧，还是什么？啊，一定要的。OK， 好。然后这个是保险，要买什么就可以。我想查一下他的名字有错吗？吴宪庭。查是哪是啥？郭宪庭，对啊。你自己拿走吧。这个是牙齿卡。哦，好。那个家长同意书要不要给他检查身体检查牙齿的？好。好，谢谢。然后我现在要。作者身份。哦，这样的贴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好像在考试哦。来，我要走吧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
哦，是哦，是有点晒，你坐那边。哎，有笔吗？有带笔盒吗？啊？有带笔盒吗？有。好，来借我笔。借。哇塞，我用铅笔贴会不会被中打？等下你在这边等我，坐坐。你坐坐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, let's go. 有水罐？我的水罐在你的背上。礼堂，我们去找礼堂。来了，我们先排队先。请排队。拆过筛子。走，我们去拆筛子，来走。啊，排队排队。来，哥哥排队。I am a super idiot.三十二跟三十四。OK, 小尼三块钱，谢谢。就交吧，就交就可以了。OK, 谢谢。那我就可以买东西了。屁呀！我们先，报完名，然后拿了。拿了书包，我拿了那个运动衣。OK, 我是这样。所以你等下我们去那个地方来，然后我就要下来这边。啊？呀 ，OK 啊，你要在那边啊 ，OK。OK 啊，你要在那个课室里面。靠，没什么脸，耶，就这样啊。OK, 这样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试试。OK, 那上楼。我在这边的，我在这边，他要跟我抢东西。好，我在那里怎么？我在课室里面怎么？你在课室里面听课哦，不然呢？你不是上学的呗？我不要。不要跟我。我靠，你现在跟我讲，你不要。好，我在那边等你啊。Let's go.